大我10岁的女邻居要我当她一天男朋友，陪她去参加同学聚会，没想到前女友也要跟着去。哎，你收拾完没啊？没呢，你要么先进来呗。啊，行，你自己在家吗？没有，依依在楼上呢。啊。我没选好穿哪个衣服。怎么还有挑衣服环节？对，你帮我看看我穿哪个好看。啊。挺难，其实两个衣服都挺好看，但是我感觉吧，这个黑色的它可能衬托你的气质，就它了，黑的。以前没发现你说话这么好听。行了，那你去换吧，我在下边等你，好吧？那你等我一会儿啊，我马上换，你下来。好嘞。真的？我说你眼光挺好啊。啥眼光啊？我咋没见你以前给我挑呢？那以前眼光不好呗，现在好了，长大了。越来越好了。嗯。你愁啥呀？懒得愁。挺开心的。嗯，挺开心。好久没出去玩了，是当别的男朋友就开心。嗯，没当过主要是。真行。哎呀。啊。你这衣服真挺好看啊！啊，挑不错嘛。那走走吧。眼光主要是。走呗。啊，走吧。不是啥意思？他也去啊？啊，对啊，不是我不能去吗？他跟我们一起去。不是你没告我呀？你也没问呢。那正好，那他陪你去，那就你俩去呗，我就不去了。啊、不是你都答应我要男朋友了，哎，让你去你就去吧。哎呀，走吧。不是，哎。快来。